来吧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。去麦当劳的时候，店员看你想太久，就会推荐你点个双层牛肉鸡翅堡啊，点个麦香鸡什么的，都不是因为比较好吃，只是今天快过完了，没卖完，得赶快清一清。没跟你昨天卖剩的，卡。哎，是拍多近啊？